没一个好东西。怎么样，师母？那个真心对我好。我知道，师母，对不起。有时候和珅也许没米一样的颜色，当你找到一件又合身又适合的颜色，到时候我就会立刻买。你不用联络唐 Sir， 因为过几天他会调局。唐 Sir 要调走，其实是做开荒牛。大家多保重。有个很重要的人今天出现，去死吧你！哇，你不是这么不欢迎我吧？哦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第一天上班，工作顺利。Good morning, sir. 灭火轮总队目关安印报道。Good morning， 我是你们的新队长季兴田，印叔多多指教。哪儿的话，叫我老鬼行了，他们个个都这么叫我。你是前辈，叫你声印叔应该的。其他人到齐了没有？已经到齐了，再等季所点名。好。休班队点名。长官，接事儿。整齐，接事儿。休班队解散。罗永贤 ，yes sir。王伟杰 ，yes sir。张文森 ，yes sir。孙世英 ，yes sir。立正！值班队报告，全部到齐。Sir， 季帅，我们全部到齐。好了，少熙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Yes, sir。全体坐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队长，我叫季兴田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Sir， 我叫孙世英。不过大家都叫我老鼠算。Good。这样精神一点。俗话说，同坐一条船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有什么开心和不开心的，可以直接来跟我说，一块找出解决的办法，令大家可以合作无间，发挥到最好。听到没有 ？Yes, sir。立正。季帅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印叔，解散吧。Yes, sir。大家检查装备，准备操练，解散。现在香港的海面有很多工程进行，所以航道随时会改，我们一定要定期出海，让大家熟悉环境。这些资料我也收到了。对，他们是会向我们报告，可是纸上谈兵没有用的。阿坤，转任龙虎滩。Yes, sir。印叔，怎么了？哦，那里经常有卖非法红油的船停在那里，要是那里突然多了船，很有机会是有人在那里做生意。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。印叔啊，果然老经验。哼，季总，别这么说，我们老鬼有用的地方就是这些了。船上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到别的地方看看。好。印叔，嗯，这位季四儿好像也不怎么样啊。听说他是一个最年轻的两粒花，还保送到外国受过训呢。多少科学家念书做研究，都知道原理是怎么样的。一旦真的做实验，就爆炸了。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说光会念书是没有用的，一定要有经验配合。嗯，对，这小子才20几岁，懂什么呀？不是我吹牛啊，在这艘船上我教过多少长官了。是啊，那就说唐明吧，以前也是跟我学的，这个连在船上怎么走都不会呢，等他摔倒了他就会来叫我殷叔了。对，嗨，殷叔。哈哈，哇，话还没说完啊。好，一块去看看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有没有伤着？没事，没有没有。原来是老鼠摔跤，殷叔。我没事，没事。原来他会走的。花花溜溜相思断那么滑，牛油蛋它也没怎么滑，摸摸小脸蛋我。电话响，师兄。想久一点没那么多辐射。哦，是不是真的？那想久一点，继续。喂，南风，你在干嘛？师母你好。我就是不太好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我出不去帮你啊。你帮得了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行了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看不到你，总觉得心慌慌意乱乱的，好像很没有安全感。啊，如果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好了。我出不去帮你呀，师母。我知道，我听了你的声音之后呢，心里没那么乱了。好了，没事，拜拜。怎么回事？喂，吃饭。喂喂喂喂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啊，嗯，有个女人说看不到你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是什么意思？就喜欢你了。如果他说觉得你很有安全感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哈，你真行，他已经爱上你了。那么如果，我还是说如果啊，嗯，如果他说看不到你就心慌慌意乱乱，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还好啊，他想抱着你。这还不够啊。啊，如果让他看到你本人的话，啊，他真的会，吃了你。啊，嘿，又多个人失身，嘿，吃饭。师母吃了徒弟。哪个国家的河流是西往东流？中国。太，喂，女人啊，你骂完了没有？挡住了，在看电视呢，你走开。跟你说过多少次别叫我女人了，我有名字让你叫的。人家只是叫你女人，要不是叫你做他的女人，干嘛反应那么大呀？就是。啊，我现在才发觉他才是你亲生儿子，你们俩说话一个样。我合得来呀。目标一致，信念一致，当然一个样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两个简直是大小不良。哎呀，霞姨啊，没我们两个大小不良，你们两个胖瘦美女怎么会过得那么开心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咦，哇，瑶瑶，这个苹果在哪儿买的？霞姨，津津有味，你看，哇，脆得不得了。是啊，我挑了很久的，你喜欢吃，拿两个回去吧。有没有袋子？那我不客气了，拿两个啊，拿这两个好吗？喂喂喂喂喂，你这个人可真是老是不客气了。这里是我的家，不是你的家，又吃又拿。喂，废话少说，快给钱，482块。陈哥，你什么时候搞了家庭饭馆？吃过饭要给钱啊？是瑶瑶的伙食费，你在这里又吃又拿的，我已经不算了，快点给钱。大人都不算了，怎么能算小孩子呢？都欺负你啊，瑶瑶。何况我们做客人的，夺双筷子而已。你请人家吃饭，居然算得这么清楚？哇，是不是一个月要请你吃20顿啊？伙食费呀、啊，给钱啊！刷卡行不行啊？你说呢？瑶瑶，这条问题你会不会？要不要打给何佳欣？不要。不用啊。答案是什么？你不要岔开话题啊。给钱。陈哥，会不会这条问题啊？不会的话，我们下去喝杯啤酒好不好？好好的想一想。那就下去啊。走。瑶瑶，自己回答问题啊。你每次都这样，一跟你要钱你就岔开话题走人。还没走呢，现在走。于姐姐，我想吃冰淇淋。等一下，还是不好。我现在带你下去买啊，跟我来。瑶瑶，要不要试试姐姐的？嗯，好好吃啊！姐姐，你也试试我这杯。嗯，我不要。
吃那么多冰激凌，将来变成大胖猪，没有人要你了，小胖妹。我以为下来买东西能够避开女人，还是避不了。你怎么教女儿的？你是怎么教女儿的？老实说啊，你不能老是把瑶瑶踢来踢去给人家带嘛。难道我想这样的？说真的，你别跟我说请什么费用啊，我排羊的。人是要找，不过不是用人。你老是女人女人的挂在嘴边，积极点找个女人。神经？什么神经？我认真的，你还年轻，为了瑶瑶也为自己要想。喂喂喂，等一下，小脏猪，你看你多脏啊！我这种带着女儿的男人，怎么会有女人喜欢？要找一个对我好，又对我女儿好，而她又不是我妈，恐怕很难喽。咦，小脏猪！麻烦你。怎么了，师姐？你那边热水机还没修好啊？是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用客气。室外温度摄氏37度，湿度73%，好热啊！看你这么热，喝水，帮你扇扇风。谢了谢了。喂，不要女人，你跑来干嘛？482块，快给钱。哇，又拿家用？刚刚不是给了吗？这么快花完了？啊，你这个人，昨晚我跟你要，你趁机溜走了，怎么今天还不想给啊？快点。那么点钱，以后再说嘛。那么点钱，你每天还我1毛钱，也要还4000多天，不行，拿钱来。非要在这么多的人为的地方呱呱吵，没零钱，没零钱也得给呀。那你得找钱啊，518。我也没零钱。喂，下了班找给你了。你怎么这样？不会错，事实证明他们已经结了婚。你说什么？没钱了，死鬼！一天到晚赌，孩子没奶粉吃了。哎呀，男人出来逢场作戏，当然要花点钱了。没奶粉钱，自己走定。你们两个胡说什么？没还钱？没有。难道不想来追讨家用吗？不，这什么家用？下班去哪儿找你？特别服务，汽车过海，我回来给你算。东升降台、抢救车、潜水车、吐鲁港公路、进喂，记得，记得。汽车过海，不但主动升降台、抢救车、潜水车。要不要再打给他？还打？他才不理你呢。记得，记得，叫你啊！记得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明天霞姨没有空，下了班到你们家吃饭，我跟瑶瑶在家里等你。知道了，饭别煮得太烂啊！哇，怎么这么恩爱呀？哎呀，这些话就像我老婆跟我说的。今天早点回家，炖好牛鞭等你这死鬼。还有啊，别这么拼呐，闪了腰就不好了。说完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还有蛇猫狗兵。对，有力的死鬼。哎，记得记得。怎么了，喜哥？唉声叹气的降级啊？呸！我想说，你真的不只能干，对，简直了不起啊！怎么说？因为师姐那么酷，也落在你的手掌之中。那大家兄弟别那么自私啊，弄两招过来。就是，哦，很简单。那这招呢，叫做把冰山劈开，但是要消耗的精神和体力呢是非常之大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要教你们的话呢，我怕会加速你们的衰老和死亡，这样就不太好了。但是无可厚非，这招非常有效。因为现在师姐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你最好了。你们共襄联礼的时候，就可以一起把冰山劈开。劈开，不错不错。记着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借升降台去接新娘。嗯，千万别忘了，用救护车坐花车。好，一红一白拉上警报，一直开往红棉道。哇，浪漫又威风啊！好，老够了。怎么，生气了？小贤会生气。哦，别脸臭臭的，你干嘛？如果你也想像我那样跟师姐有亲密交往的话呢，很简单，你给她钱花就行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当师姐是什么？我没撒谎，我真的给她钱照顾女儿包伙食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当她是佣人。喂喂喂，那好像不通啊！要我们相信你当她是佣人，这里没一个人相信，包括我在内。嗯，没错。干什么？我真的拿她当成一个漂白了的、懂得打针、懂得骑机车的菲律宾佣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就算她真的是佣人。他并不供人使用的。喂喂喂喂喂喂，小贤，你相不相信我？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。那以下这句呢，绝对是真的。今天晚上7点半，你来我家吃饭，现场做一次给你看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坐飞机先去浅水湾。喂，记得帮忙拿碗筷，开饭了，别玩了。哦，我们在香港机场降落。好，先降落在厨房。来，女人真麻烦。喂，哇，你把厨房搞成这样子，
快点帮忙了，行不行啊？别玩了。哦，好吧，爸爸妈妈一块煮饭。悠悠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爸爸妈妈一块煮饭喽。是啊，他经常要我陪他玩家家酒的。你算运气好了，他要你做妈妈。上次我还要做隔壁过来戒严的何太太呢。家家酒呢，留给你们妇女玩吧。瑶瑶，姐姐不玩了，你们玩吧。不要嘛，你玩呢，姐姐你玩了。不要了，姐姐玩了，完了，姐姐，完了，姐姐。那了，姐姐玩也行，要我做谁都可以，可是我不要做妈妈。好吧，完了完了。何家何家何家菜，何家小鸡何家菜。记得，你现在都用完了，要买了。再来，接着。喂，还有啊，你的速食面都过期了。明天我帮你买回来吧。哇，你的豆腐乳啊，拜托你吃完就放回冰箱里，会长虫子的。啊，是是是，行行行，吃饭吃饭吃饭，来来吃饭了啊，来。哎，一煮饭就唉声叹气。吃饭吃饭，洗手没有？啊，洗过了。好，吃饭，来吃饭吃饭啊。爸爸吃饭，妈妈吃饭，和妈妈吃饭，陈妈妈吃饭。乖，等等等等，瑶瑶，谁是爸爸？谁是妈妈？谁是和妈妈？谁是陈妈妈？是你们喽。我们。这顿饭的重点呢，就在这儿，就是想告诉大家呢，他经常缠我们玩这个游戏。嗯，只是好玩，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真的，闹着玩的，开玩笑。陈太太吃饭，来来吃饭了，陈太太。妈妈，我要吃鹅腿。妈妈，我要吃鹅腿。鹅腿呀。好，闹着玩的，闹着玩的，来，鹅腿，别吵了。我要妈妈夹。哦。妈妈家，来来妈妈家，来在家，在家，在家啊！妈妈家，妈妈家啊！腿，哦，很温馨，很温馨呐、啊，玩玩而已，只是闹着玩的。假的，是不是？瑶瑶，是，哎，闹着玩的。哎，小贤，你觉不觉得刚才我们吃那顿饭好像是搭桌啊？哦，人家父慈子孝，夫妻恩爱嘛。喂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何必说些这么恶心倒胃口的话呢？玩玩而已的嘛，我们知道是玩，可是玩也分几种啊，有些是假玩了，有些是真玩了，有些是真假玩了，有些是假真玩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大家都是同事，把这件事说出来研究一下。你想想，如果不认真的话呢，怎么会好玩呢？但过分认真，那就不是玩了。我说过瑶瑶经常这么玩的了。喂，难道你们两个真的是何妈妈跟陈妈妈了？哦，不是吗？哎，是是，我们也拿这种事儿出来玩，只是闹着玩的，没事。说到那个季德田，我对着他久一点都会抱血管死，不要说跟他在一起了。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。哦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那自家兄弟啊，仁至义尽，连你那句心里话也说出来了。我请喝茶，我请喝茶。嗯、嘻嘻哈哈，又到放假，终于可以陪陪女朋友了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你看我这么烦就知道了，再不出去陪陪她，我真的怕我女朋友被人抢走了都不知道。老兄，这哪儿这么严重啊？就是这么严重。嗯，几个星期没见你出城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出城干什么？又不是土包子。哎，外面人又多，车又多，空气又不好。哎，别搞我了，我宁愿留在这里。不是吧？挨了个星期，只有一天假期，你也不出去？你不是欠高利贷钱吗？去你的臭嘴乌鸦嘴！反弹。实不相瞒，有些人不是很想见，在这里避难最好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那天说看不到你就心慌意乱那个女人了。喂喂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切，看她这么躲法，能漂亮到哪儿去？肯定是那些那些了。哎呀，黑猪还是白猪啊？嘿，本来想把你吃掉的，免了，有你。我告诉你啊，她是很好的女人，还很漂亮。不关她的事，是我配不上她，我不想见她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喜欢她要躲她，你搞什么小子？要躲她有我的苦衷，你别管。总之我不能见她。说完了。对不起啊，太用力了。
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他会吃人吗？不听电话。不是吃不吃人的问题，我不能听他的电话。怎么一个星期都不听我的电话？ call 你也不回电话，你是不是有心躲我？我想见你，跟你说清楚，你想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快点打电话给我。你坦白说，是不是真的不想见他？我不想见他，我不能见他。总之，我绝对不能出去，一出去就会铸成大错。我跟教官说过了，总之跟着这几个星期呢，有工作就给我做，洗厕所我也干。我懒得听你的废话了，自己待在这里慢慢洗吧。我走了。通别离，喜纷纷。蔡南风，走啊走啊，我看你往哪儿走。嘘，哎呀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不能来这里的，要是被人看到你进来了，我会被开除的。我今天要跟你说清楚，怎么那么久不出来，也不听电话，不管有事你也不管，把所有事情交给阿和，他怎么压得住你一些师弟？我没有空吗？你看见的。没有空还是存心躲我？嘘，我不是，只不过我不可以跟你什么的。不可以什么？有什么说清楚了。那我现在对你有意思，你对我有没有意思？哎，有没有？你知道我这个人啊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，不会拖拖拉拉的。只要你跟我说句对我没意思，我马上就走。你明不明白啊？我连着三个晚上做梦都梦见师傅对着我打十字梅花拳，我以前从来没这样啊，我总觉得很对不起他似的。那天我当着他的照片，我是这么教训阿武的：我们做徒弟的不能碰师傅，碰了师傅就是大逆不道啊！我现在以师母的身份跟你说，没事的，规矩是人定的嘛。你也说你是我的师母，我就是你的徒弟，等于跟你的儿子一样。如果我跟你什么，就是乱伦了。什么乱伦呢？我跟你又没血缘关系。哎呀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！我现在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你有种啊！哎，到底怎么样？喜欢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顾不了自己啊。你思想别那么保守啊！我们每人让一步，试试吧。怎么可以试呢？试试谈一天恋爱，如果适合就继续下去，如果不适合就算了。哪有这样的？有人来了，你快走吧，赶紧看你的。先答应我。不好了，你先走吧。我就走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，好了好了。那你今天晚上要开电话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这就死定了。上一天，放两天，再上一天，然后又放两天，只剩下五天，哈哈，五天。啊，记得，记得。怎么，局长把你们叫去训话了？没有。再说我们体能差一点，还说他太胖了，还不是那句话，多跑几圈就没事了啊。记得干嘛？你还有几天就走了？是啊，会不会舍不得我们两个？嗯，我已经出家了，我有个法号叫潇洒，这种缘来缘去的事，看得很开了，不用惦记我，也不用写信给我。你怎么会惦记潇洒？你只会惦记萧小姐。喂，这是餐厅啊，你怎么说这个？啊，记得，我说真的。干嘛？你的储物柜有两本健康写真集，那怎么样？给我做纪念啊。还有啊，弟子们现在不流行了。是是是，你送给我们作为纪念吧。嗯，既然大家是好兄弟了，不用纪念品纪念了，挂念我就行了啊。那我不止挂念你，你不给我我就悼念你。谢谢。我烧纸一纸钱。谢谢。我会咒你啊。谁的女儿念明治小学？你敢？你给不给啊？给啊。给给给给给。哎，怕了你们啊。说就说算数啊。行了。哎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啊，局长今天召见我们，除了体能之外还有还有就是是吧，我跟阿公
会跟你一块钓鱼。哦，那说话算话啊，说话算话。大丈夫，你们太不了解兄弟我了，我是不会算话的。你太不了解我们了。你橱柜的钥匙呢？看这是什么？开宝箱，开宝箱。贼呀，有贼呀，抓贼！下去追债，把钱要回来。万女，那笔账不对。我上去吃饭加菜300块，加上瑶瑶的维他命丸158，你应该找我60块钱。喂，60块，谢谢。喂，你搞什么鬼啊？留着送礼还是自己用？我还要买六合彩呢。Sorry， 给错。怎么了？心神恍惚的样子。这么出去工作，很可能出什么医疗失误的。没事啊。没事。喂，眼镜。怎么了？被人甩了？都说没事了。这倒是，你怎么可能会有人要呢？凶巴巴的。喂，暂时性的，很快就没事了。怎么？平时你这么冰雪聪明，外冷内热，外柔内刚的，突然这么失控，一定有事。都说没事了。有事，说来听听吧。喂，你好烦呢。我知道，你说完之后我就不烦你。那我说了，你不要再烦我了。没问题，高手指导。昨晚家里楼下便利店，我遇到一个人。是，怎么样？那个人呢，使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事。旧情人，重遇旧情人。可惜人家现在已经结了婚，牵着儿子女儿过来跟你说，这位阿姨呢是以前爸爸的。喂，你脑子想的东西可不可以正经一点？这是正常推理逻辑啊。他只是我的普通朋友而已，他人很不错的。有多不错？有没有我的一般？你拿人家跟你比呀，天地之差了。不说长得帅和能干，光是眼睛啊就比你大3倍，小哥。怪不得你对我这种绝世俊男没有兴趣，原来你对大眼睛有兴趣。说什么人家是普通朋友，一直为人家说话，摆明了喜欢人家。你很无聊哦。你说的这么温柔，也许我会误会的。你家负资产，电话线被人停了。多管闲事。跑下来装打电话，一定是守株待兔，偷看大眼睛吧？没你那么闲。怎么了？说你跟男朋友的事吧？马上那么大脾气，长大了不用这么害羞。不要告诉我，人家有老婆。你别瞎说。他是我同学的朋友。切，原来是搭讪认识的。你怎么知道人家又帅又能干？我们是同校嘛，只是不同班而已。哇，不过他当时已经很厉害了，读书又棒，运动又棒，出来做事就更加不用说了。真的很棒啊。嗯，那一定有很多女生追他，居然让你追到。当你的校服裙子应该很短，短到膝盖以上4寸吧。没你这么恶劣。我出来做事之后只是见过他一次，去看过一次电影，如此而已。看过一次电影当人家是男朋友，你很过分的。喂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是我的男朋友啊？一直都是你在说嘛。但是你一说到他的时候呢，那样子完全变了，开心啦，笑得这么甜。喂，看一次电影也可以印象深刻，是不是？我们那时候是一大堆老同学去看电影嘛，这么巧他坐在我旁边，我还记得我拿爆米花给他吃。这爆米花出事，花的可真行啊。出什么事啊？不过他不经意的抓到我的手吗？抓到他，抓到你啊。你信不信我从头上浇上去？我才不相信。说真的，吃完爆米花之后有没有再吃别的东西，然后就玩通宵？没有了，只见过那么101次，就一直没有再见过他。直到前两天我在这里好像看见他。是吗？我看见他呢，穿得很随便的，在里面买东西，所以我看他一定是住在这儿附近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当然不是了，他眼睛大大，鼻子高高，很帅的。哦，这么帅啊？你没想过你配不上人家？哼！喂，这个，再给钱的那个，喂，过来呀，过来，再给钱那个。哪有这么大年纪啊？他
才二十几岁哦，二十几岁，嗯。哇，龙眼那么大的眼睛是他了。喂，大眼睛在等你啊，他找你。喂喂，你别玩了。那我敢拿我跟我女儿的命来担保，他一定是。在哪里？走，那只狗。咦，以后不告诉你了。有一个眼睛很大的走过来了，猜猜这是什么？猫。猫的眼睛哪儿大？嗯，狗。不错，就是狗。气死他了，跟着他就走了。好了，说完了，来。爸爸，你还没有说你姐姐的大眼睛朋友是谁。谁知道谁是大眼睛？他吹牛啊，哪有人追他。好了，把课本拿过来，温习我说，快。喂，什么大眼睛？哦，刚才我们正在聊。哎，不对，你的眼睛也相当大啊。魏大哥，你的眼睛也不小啊。是啊，不小。是啊。爸爸他经常说眼睛大的人呢很容易进沙，眯眯眼呢就会有防沙作用。叔叔，那你眼睛常常进沙了？哇，这你也知道。叔叔不一样，叔叔除了眼睛大之外呢，眼睫毛也很长，所以可以挡着沙，同样有防沙的作用。哎，新田，喂，瑶瑶，啾啾，啊，没见你一个星期，你又胖了这么多，告诉我是不是吃冰激凌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放假。是，喂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一回来叫你做厅长。哎，小事情。啊，一毛钱都不用付，就有房间睡，还想怎么样？你一毛钱都没有，把头巾管给我。啾啾啊，你是不是回来陪我玩呢？瑶瑶乖啊。舅舅这次呢没有空陪你玩了，别这样啊。哦，哇，哎，瑶瑶，默书呢要默写大话经，爸爸呢就不会写了，问你舅舅吧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牌子的西装剪裁不错。我不知道，那个店员说好我就买了。都是一样穿，不过买了很多领带不知道怎么配。喂，来我房间我们研究一下。哦，好，来，晚一点带你去吃东西啊。瑶瑶瑶瑶过来，人家买了新玩具不理你了。那是真的，爸爸真的不会写大话经这三个字。哇，我还以为你要参加舞会呢，上街不用穿得这么隆重吧。这个女人很重要吗？也算重要，蛮重要的。平时上街自然一点行了，就是不用打领带。喂，这点行不行啊？你平时穿的衣服也不错，整整齐齐，可以了。我平时穿的行不行啊？行了，相信我，过来看看这边，看哪部好呢？这部。这是鬼片。是鬼片，我喜欢看鬼片。我都说了我们合不来啊。祖妈，我以前也经常看鬼片呢。这部恩子禅师在日本吓死过人的。那就更加要看了，看看怎么吓死人也好嘛。买票。哎呦，这里人这么多，干脆走吧。别这样，你跟做贼似的，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呢？那边真的人多吗？阿武在这一带工作，哪会这么巧啊。哎，你看有大头贴，去拍了。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怎么适合我们呢？走吧。来啊，拍一次嘛，走吧。不要了，喂。
我都说了我们合不来，我吃惯了路边摊，我不像你以前的男朋友喜欢带你到高级的餐厅去。我也经常吃路边摊的，只是很少来深水埗这一带嘛。这一带熟人少嘛。你干什么？过来的两个是舞狮啊，快走吧。哎，南风。哎，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遇到你。哎，这位大嫂啊。他们两个是以前做舞狮的同事，在清水湾开工。叫我向阳行了。我叫阿忠，他叫柴哥，不过是废的，叫他废柴就行了。哎，老板，两瓶啤酒，冰的。好，来了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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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可以喝一点点。一块喝才开心嘛，来。喂，对了，几个月没见你在清水湾开工，在哪里发财？发什么财啊？难道还干舞狮啊？改行做消防员了。哇，做消防员好啊，怪不得有这么漂亮的大嫂呢。还不是混饭吃。我去拿纸巾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南风，你好福气啊，找到这么好的。这才算是女人嘛，比以前那个妹啊好的太多了。贤良淑德，你捡到宝了，南风。还行吧。行。我们再走一会儿，干脆再绕一圈。蔡南风，你这算什么？什么什么算什么？我自然反应，我不想被人看见吗？不想被人看见，还是不想被妹看见啊？我想被谁看见也不好吧？不好？还是嫌我不够好啊？你怕被妹看见你牵我的手是吧？不是。你们已经分手了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还惦记以前那个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什么？我只是试试，又不是真的谈恋爱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我勉强你，我逼你，我死皮赖脸。好，那分手吧。分什么手啊？又没谈恋爱。蔡南风，你去死吧你！二师。夜里戏纷飞，缘分一朝。喂，不是说什么都不出去吗？我比你先回来的啊。喂，现在是不是已经后悔莫及了？一定是，一定是。这都让你说住。那当然。看看看看，大头贴。他没有吹牛，是长得很漂亮。喂，这么漂亮还躲？就是啊。喂，你不要给我，给我，不然给我，我插你啊。哎，闹着玩的嘛，这都闹。更年期啊，哼，真是。喂，师兄，追来了。呜呜呜！喂，喂，大师兄，我是阿和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武馆啊？不是啊，什么事？我在救护站听到啊，武馆那一带有女人跳楼，想跟你八卦一下。不会吧？喂，大师兄，喂，不是他吧？哇，这也要300块？从元朗坐到这儿便宜。有什么看不开的？吵两句也就算了。就是嘛，年纪轻轻的，才20几岁呀。我刚才偷看过那个女人，眼睛大大的，尖下巴，长得很漂亮。老兄啊，什么事？有个女人自杀，听说是为了情啊。你也知道。不会是师母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这么做的，不是的，不可能这么巧，不会。师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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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门呐，师母，开门呐，师母。你
走啊！你还来干什么？那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开门，师母，来，先开门啊，师母。师母，刚才阿和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这里有个女人跳楼自杀，吓死我了！我真怕是你啊，所以马上飞地出来了。你说了不是真的跟我谈恋爱吗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管我是跳楼还是上吊，我死了你最开心了，眼不见为净，干嘛飞地跑出来？别这么大声，隔壁邻居听得不好啊。干嘛怕给人知道啊？对啊，我是一厢情愿，死皮赖脸逼你跟我谈恋爱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进去再说。你发什么脾气啊？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我知道主动不值钱嘛，我是贱，逼你跟我在一起给你丢脸了。我是这么不害臊这么不要脸的了？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我没这么想。你别这样，你别哭啊，我最怕女人哭了。你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！你走啊！你怎么了？弄伤了啊？让我看看。你什么事？你让我看看有没有事，疼不疼啊？啊！你最坏了，你！是啊，我最坏了。你要骂你骂我，你别跟自己过不去啊！怎么弄伤自己呢？你真傻呀你！啊，有没有事啊？别哭了，啊！乖，别哭啊，洋洋。来去匆匆啊，椅子还没坐暖又要调走了。哎，随便了，下水也好，在岸上也好，都是做消防员嘛。放心，有空我就回来看你们。那你回是回来，没有礼物就别回来了啊。蛋挞是吧？知道了。聪明。特别服务趸船起火火炭出动潜水车，位置是屯门避风塘。出去。特别服务趸船起火。好来好散。火炭出动潜水车。做完这次。Fire Control， 五号船 calling over。五号船 Fire Control， go ahead。我是蝴蝶湾 SOG 星田，想知道趸船起火的进一步资料。Over。现场是屯门避风塘，趸船上面有30名船员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，没人被困。火势已经蔓延到船舱，船舱里面全部都是棉花，现场冒出大量浓烟，船员已经全部疏散到安全的地方，等待救援。